早安，我是马古。这些漂亮的低位进攻就是 Jahlil Okafor 的招牌，他篮球生涯从小到大赖以为生的最强武器，但放到现在显得格格不入，显得效率低落。虽然目前看起来还不太至于直接被联盟给淘汰，但和他选秀前的身世相差得非常的遥远。Okafor 虽然出生于芝加哥，但是从小就居住在奥克拉荷马州的乡下农村。喜欢的东西除了那颗圆圆的篮球以外，就是他的宝贝小狗，一个 Okafor 将他取名为赫克托的大丹犬。赫克托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。从小就超喜欢小狗的他，不时地吵着自己也想要养一只狗伙伴。Okafor 家十分的自由，父母亲并没有将自己的希望强压在孩子身上，母亲放手给他和妹妹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当然前提是要是对的事情就是了。Okafor 说，我觉得我很幸运，我的家人，我的母亲完完全全的信任我。他从小就喜欢打篮球，在两岁时收到了小篮筐当做礼物，每天就是拿着小皮球不停地投篮，而父亲也会陪着他玩，恶狠狠地把球扇得远远的，也陪着他用小篮筐来斗牛。时间来到 Okafor 九岁，正当他和三岁妹妹在沙发上为了遥控器打得火热时，突然间母亲开始呼吸困难，不停地大口喘气，用力咳嗽。当时年仅九岁的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也从来没有看过母亲这副模样，对他而言，母亲就是无敌且强大的存在，总是挂着笑容逗弄兄妹俩开心。兄妹两人以为母亲是在开玩笑，是在跟自己玩，甚至模仿起了母亲，并且做事要抢走母亲桌上的零食。不久之后，母亲的表情越来越扭曲，咳得越来越严重。他们意识到这并不是在开玩笑，而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。好巧不巧的，当时 Okafor 家的电话坏了，或是没有缴电话费，不知道。总而言之就是无法使用。他狂奔去了邻居家，请邻居帮忙叫救护车。 Okafor 坐在急诊室外头等了好几个小时，他永远忘不了医生走出来跟他说的话，你们的母亲没能撑过来，很遗憾。 Okafor 走进了病房，抚摸着母亲的头发，他刚刚还在的感觉很不真实，各种情绪夹杂在一起，感觉像是身体被开了一个大洞一样，崩溃大哭。他几乎整个晚上都待在母亲的身边，不停地抚摸着头发，直到父亲将他强行带回家休息。 Okafor 回忆说，母亲过世前几个礼拜罹患了支气管炎，当时我还小，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如果我在第一时间就求救，如果母亲在第一时间就得到治疗，是不是他就能够得救了呢？这个阴影，这个阴霾，这个自责感一直跟着 Okafor， 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样。Okafor 用来逃离悲伤的方式就是篮球，他在母亲离世后花了比过去还要更多的时间在篮球场上，不对，应该说他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打球，就算球场没有人，他也可以一个人运球投篮好几个小时。篮球场就像是 Okafor 的避难所一样，在母亲离世后，父亲成为了 Okafor 最重要的依靠，他也随着父亲一起从奥克拉荷马搬回了芝加哥生活。对于个性害羞内向的 Okafor 来说，要适应全新的环境，全新的校园生活是需要一段阵痛期的。 Okafor 长得很快，应该说是超快，新的衣服可能半年左右就变得太小件。在他11岁时，身高已经来到了180公分，巨大的身形为这个内向的孩子带来了更多的不便，让他变得比一般的孩子更引人注目，甚至逼死着他开始谎报年龄，说自己是15岁的孩子而非11岁，只为了减少受到的目光。在未来的几年， Okafor 依旧疯狂的抽高，13岁时已经来到了195公分，这个跟他父亲相仿的身高，15岁时来到的201公分，250磅的身材根本就已经是个准职业球员的身形了。前面提到过， Okafor 靠着篮球来逃离悲伤，父亲也陪着他打篮球，从180公分对上195公分，被父亲狠狠的痛电了一顿。到了后来201公分对上195公分，这才让 Okafor 第一次的在一对一斗牛中击败了父亲，11比5。 Okafor 还记得这个数字，从那之后他几乎就没有再败给父亲过了。为了让 Okafor 加入惠特尼扬高中， Okafor 跟父亲从南芝加哥搬到了北芝加哥，柔软的放球手感，优异的禁区脚步，再加上持续成长到了208公分的身高，让他在高中一年级时就被评选为芝加哥地区仅次于 Jabbar Parker 的篮球员，之后分别在2012年及2013年代表美国队出赛 U17 及 U19， 理所当然的都拿下了冠军，也带领惠特尼扬高中在2013年拿下了州冠军。同一年，
Okafor 成功跨过了 Jabari Parker， 在票选中以些微的差距赢下了伊利诺州的篮球先生，个人声势来到了顶点，在全国排名上中锋位置排名第一，所有球员中排名第二，仅次于 Andrew Wiggins 整名超级新星。从高中三年级开始， Okafor 不停地接到电话，教练、记者、球探甚至是经纪人，迫使着 Okafor 的父亲不得已的将电话号码给更换，父亲知道儿子需要空间，而这些电话对他来说会造成莫大的压力。随着 Wiggins 毕业投入大学， Okafor 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全美第一高中生，各大媒体都以年度最佳高中球员来称呼他，个人也在麦当劳明星赛上面拿下了 MVP。拥有着全美第一高中生的头衔，自然的收到了许多学校的招募，几乎所有你想得到的大学都前来招募，是要就读芝加哥当地的德保罗大学，还是就读北卡、俄亥俄州，又或是杜克大学。 Okafor 犹豫了许久，最终决定投入了杜克大学。选择就读杜克大学，除了想在鼎鼎大名的 K 教练手下打球之外，还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 Tyrese Jones， 这名 Okafor 在美国队时的队友也选择加入杜克大学，他很早之前就已经做了决定，想和 Jones 一起就读大学。另外就是宿舍，宿舍对 Okafor 来说极为重要，并不是其他学校没有宿舍，而是其他学校都会为了运动员特别打造比一般学生更为高级的宿舍，但是杜克大学并不一样，他们要求一年级的学生都必须住在普通的宿舍区。没错，普通很好，对于从小不喜欢引人注目的 Okafor 来说，普通对他来说就是最为轻松自在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大 Okafor 一岁的 Jabari Parker 刚从杜克大学弃学，以榜眼之姿加入了 NBA， 再次的又是这两名芝加哥球员的较劲，人们都在看究竟 Okafor 能不能带领杜克超越 Parker 的成绩。说来幸运的，杜克大学在这一年的招募十分的成功，除了 Okafor 及 Jones 外，还顺利招募了 Justin Winslow 以及 Grayson Allen，再加上原有续留的球员 Marshall Plumlee、Quinn Cook、Samuel Ojeley、Amir Jefferson， 该年球员名单中12名球员有8名就是未来能够站上最高殿堂的球员，坦荡荡二的战力相当的雄厚。杜克大学在季中拉出了两次10连胜以上的成绩，一次是开季的14连胜，再来又有12连胜。要知道在进入三月封之前，整学年的赛程是33场，两次连胜就已经帮助他们拿下了足足要有26胜之多。杜克大学在这一年最后的成绩是35胜4败，平均胜分高达的将近要15分，也在64强赛事中一路过关斩将，拿下了最后的冠军。Okafor 虽然只是个大一新鲜人，但平均可以缴出17分、8.5 篮板、1.5 助攻，而且投篮命中率是高的可怕的 66%， 几乎可以说是让他在低位拿到球就十拿九稳了。Okafor 不仅拿下了 ACC 联盟的最佳新鲜人奖，甚至连最佳球员也一并拿下。虽然在年度两大个人奖项皆败给了 Frank Kaminsky， 但对 Okafor 来说，现在声势正旺时投入选秀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好了，上期的部分就先在这边打住。接下来 Okafor 加入 NBA 之后的故事，他究竟遭遇了些什么事情，还希望可以在下集和各位再次相遇咯。我是马古，大家晚安。